对对，怎么弄？各位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现在是晚上8:31。那今天呢？圣诞节，特别是在即将啦，我的看法是，面对接下来有新的一年要展开，那加上这个礼拜，这个礼拜我个人在高雄跟台中，诶，他怎么有声音？对不起，我个人在高雄跟台中各有一场说明会。那会员哈，欢迎会员，务必要跟要预定您的座位啦哈。那再来呢，网络上的好朋友也欢迎您到会场。会员上课不收费用，但是网络上的朋友，我们倒有酌收场地清洁费哈，跟各位做个说明。那首先呢，今天跟各位报告，在于因为礼拜天的说明里面，我们会做技术分析的教学。那我们今天哦，先做一些简单的，特别是面对下个礼拜，你要怎么面对它哦？因为不见得每个人都有 PSY 啦，因为会员都拥有 PSY 这个工具。那对你来讲，你在操作指数，会比较简易。我举个例子哈，我简单做说明哈。首先呢，我们讲用兵之法。每天我们在金融市场面对行情的一些变化，其实就如同你在做你在布阵作战一样。那记住哦，在《孙子兵法·军政篇》里面提到"高陵勿向，背丘勿逆，阳北勿从，耳兵勿食，锐卒勿攻，强寇莫追"。其实最主要，我的看法啦，所谓的"锐卒勿攻"，就是说，当对方他来得非常的一个强劲，你不要去挡他，不管是多或者是空啦，你容易受伤。再来哈，"强寇勿追"。当一个行情往上急涨或向下在杀盘，不要去追逐就好。我看这个盘在涨，涨到受不了了，对不对？我全面持股买进到满档，或者是说盘势在杀，然后呢，你跟着往下追杀。在面对目前的整个大盘形态都是不宜的，你不见得会有好处啦，反倒是往往很容易受伤，好，所以面对这个格局该怎么看？第一个，你要把下个礼拜，我举例哈，不要讲什么，讲礼拜一就好了。今天礼拜五啊，明后两天大家放轻松哈。那礼拜天我们有说明会嘛？那至于网络上一些朋友啊，也许你没有来说明会的，那面对下个礼拜一该怎么办？你要把主轴抓出来，然后照着这个主轴来，主轴是谁？我的看法哈，主轴就只有一档股票。你说台积电不是联电？你说是联电吗？对，也就是说，面对台北股市，礼拜一是涨是跌，你如果问我，我会告诉你，就看联电。联电涨，礼拜一台北股市涨，你也不用管今天什么夜盘涨跌，那个不要理它。联电跌，台北股市跌，说真的吗？你就做个观察嘛。我举例，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啦。第一个，崩哦，会使凊彩食，话袂当我别讲啦。好，就是说，我们针对所有的看法要有依据的，你不能乱讲了哈。所以整体上，我们来看这里哦。首先哈，所有的会员，特别是你有申办电脑版的，你就把你的电脑打开好吗？好，我们看几个最简单的。你说我要看什么？你就看加权指数啊。加权指数涨51点，对，不是涨51点。请问加权指数今天涨幅是多少？哈，在最右手边，哈，我们看一下最右手边，0.36%，对不对？好，0.36，2303连跌。好，今天涨幅多少？0.43，涨2毛，涨0.43。问题是，联电今天最高点47.4，最高。最高47.4，所以呢是涨1.5%。给哪里了哈？台股呢一样啊，你就看加权指数啊。加权指数今天一度攻到最高，来到14400哦，离最高点只差一步。我们也就是说，台股大约也是有1%。所以整体上，你说难道不是台积电吗？不是。第一个跟各位报告哦，我们在昨天的直播单元里面特别提到台股会不会过新高？我们昨天的看法是不会，
理论上它早就该过新过14427的新高啦。所以我们昨天用比对跟整个形态的看法，最后它要过新高，第一个它要跳空，要跳空过高点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有没有跳空过高点？今天没有啊，今天没有跳空过高点了。我把它放大好，请问今天有开盘是开14306嘛？开盘哈，昨天引线的最高点14324，今天开盘价14306，低于昨天的最高点14324啊，所以今天早上一开盘你就知道它没有跳空啊，它没有跳空，那它今天要过14427，第一个它过不了，第二个我们不讲了，我们昨天哈，我再补充哈，大概用一分钟了，来，我就不要讲太多了哈。我们昨天讲到两个，第一个有比对的角度里面，台股它不会做出头鸟，就是说它不要扮演这几大重要地区里面涨幅第一名的，它不会，所以它已经压在什么南韩跟道琼之间，不是纳斯达克哦，它会压在这个之间，不会超越南韩，它也尽可能不低于道琼，就是维持这个架构，这叫一。第二个，它要不要过新高？不会。为什么不会呢？它要过新高，我们昨天不提到吗？我们从过去这一次，从台股8000点起涨嘛，对不对？来到14427，总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连这一次六个平台，这六个平台不管是 A、B、C、E 都是往上的，对不对啊 ？C 啊 ，C、D、E、F、C 跟 D 是往下的。可是不管往上往下，每一次框架的改变都出现往上的跳空缺口。我说，那你最起码有个跳空缺口嘛？第一个，早上一开盘九点一开盘的第一秒，它没有跳空缺口，因为低于昨天开盘价，低于昨天的最高点，所以它就没有跳空缺口了，对一嘛，所以它今天不会过高啊。所以今天最高点，第一个它不会过高哈。今天最高点，各位请看哦，今天开盘之后往上走，对不对？好，往上走，最高来到14420，你已经知道它不会过高了，那该怎么办？那就空它，那该怎么办？那不就空它不就好了吗？那难道做多吗？你说、啊、那空它万一输怎么办？那、啊、就停损35点啦、啊，不是输怎么办？那、啊、就停损35点吗？没安装。你说那输的几率高不高？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我讲的、啊，各位亲爱的会员，不管你是电脑版或手机版，对不对？你每天第一个哈、哦，各位会员，我每天都有一个研究报告嘛。好，虽然我后来过去这快三个礼拜，我都不太讲台子期 PSY， 就是如何利用台子期去观察 PSY 它的正负五十出现的案例。可是呢，我发现我没有讲，你赢得更多。你赢得更多，你全胜哎、欸，你每一笔都赢哎、欸，你赢更多哎、欸，我把它缩小，我再把它缩小哈，就这么小了，哇，就看到哪里就随便，你就随便举一段啊，你就把它放大，你就随便举一段哈，哇，随便好嘞，你就任何一段行情就把它放大来看，那该怎么做就这么做啊，但这么做难道不会赢吗？那一定赢啊，你输不了啊，来最坏的状况我在这里空，对不对？因为在这个空涨到11512不会啊，因为这里是零走啊，你是赢得少而已啊，你怎么赢得少你也不会输啊，那这一笔不就大赢了，那这边不就大赢，没有错吧，你就照着做，每一笔都做，你可以把过去的每一笔调出来对照，当时我们每一天都有把每一次的交易揭露在研究报告里面，那你有电脑版你就把它对照每一笔交易，然后去看为什么动不动、哦、这个礼拜又全胜，动不动这个礼拜又全胜、就这样子嘛，那你就去看，那我讲全胜有些同业看到我们的网络他不高兴又来开始骂我了，所以 我就最好尽量不要讲，但是各位你就你自己去对照、哦、那确实他成功率就强到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，你就照着做、哦、第一个，第二个我们针对下个礼拜一，我先从这里跟各位报告、今天晚上稍待我先上网一次、哦、各位一样、哦、你就上网，我们用比较简易的，你到雅虎财经网、哦、
Yahoo Finance， 然后在上面比方说是不是进到这个网页了，没有错了，好，上面这里有没有一个放大镜，好，你就打 UMC， UNC 叫做 United Microtronic， 这间公司叫联电，好，绿卡七类，这是联电的 ADR，各位请看，联电 ADR 报价8.29元，没有错吧，就8.29元、啊、就这样子看嘛，就这里8.28元，好，所以联电今天这绝对不会错，来看这里，这是不是联电 昨天收盘8.29元嘛，那到底今天晚上会涨会跌啊，就最多只能跌1分钱，一分哦，不是一毛，一分哦，只能跌 0.01 哦，因为它的多头在 8.28。 如果联电跌破 8.28， 那就是跌，它就是跌，你说真的吗？真的。但是如果守住往上涨，涨到哪里也涨不动， 8.33 就被打下来了。所以今天晚上的联电 ADR 的走势就是来 8.33 到多少，8.28， 你做笔记，我不会错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猜啊，各位，我不猜行情的，我已经跟各位讲到了，我没有很多那种分析师那么厉害，我猜不到，好，所以很多分析师会笑我啊，你又没丢啊，对，我就是又没丢，我笨蛋啊，我承认我笨蛋，但是我最起码我会照着真实的状况跟各位做简报，好不好？口头讲很厉害有什么用？我都不知道，好来。他就直接告诉你今天晚上就是 8.33 跟 8.29， 好，可是这是短线的，这今天晚上短线的整体联电，因为我们要看未来一周我该怎么去面对整个台北股市，所以好来，我们来看这里，各位请看，这是过去这一个月，这一整个月联电的走势图，联电昨天收在 8.29 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刚刚针对昨晚一天的走势量价，昨天的量价一个在8.33元，就两个最大交易量嘛，一个在 8.33， 一个在 8.28， 它中场收在 8.29， 所以联电今天主要的框架在哪里？ 8.28 到 8.33， 它要大涨它要过 8.33、啊、有机会大涨，它要跌呢，它只要跌一分钱哦，跌到 8.28 以下它就会跌，可是它整个框架没有大危险，就是短期它没有大危险，他说没有吗？不至于啦，各位请看齁，第一个因为我不猜行情，我也猜不到，加上这么多年我从事这个工作，我毕竟是个从业人员，那么包括我个人在网络上做教学，过去我几乎每个月都办北中南的说明会，那只有今年比较特殊，因为今年有新冠疫情嘛，所以我今年总共只有办已经办的只有两场，就是台北办了两场，在这个月跟上个月嘛，然后接下来这个礼拜的礼拜天，高雄、台中毕竟要办，不然不北塞不高台哈，所以各位请看好，这过去一个月，好，首先我们最简单的也不要猜，我们就把已经发生哦，这一个月以来爆出主要交易量的。我们就把它标示出来，不要去猜。我看好联电，它会涨到100元，我觉得那不是无聊到顶吗？我看不好联电，它应该跌到地板，对不对？不需要这样子啦，你不要跟自己的钱过不去嘛。所以整体上，好，把每一个最大交易量的地方标示出来，分别是11月30号7.1元，12月2号7.27元，12月7号。9.25元，12月8号8.56元，12月17号8.45元，昨天中场收在8.29元。好，首先我们刚刚提到，站在最短线的角度，我们去看联电，对不对？给他引号，因为昨天两个最大交易量，一个在8.28元，一个在8.33元，所以你现在去预期它。到明天早上起来，联电的主要框架它就是落在8.28元到8.33元之间，那如果它有能力突破8.33元，你也不要过度乐观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一道很重很重的压力准备打它
为什么？我们刚刚不讲过吗？用兵之法，背丘勿逆。什么意思叫背丘勿逆？就是背丘勿逆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今天要跟敌方对敌，对不对？我们讲过嘛，不知山林险阻，举责之行，无地利不能行军。就是说，你要先知道整个架构嘛。好，你纵使知道了架构了，不见得你就去攻击他了。好，你说我已经知道架构了，对你都知道了。问题是他的背后有个高山挡住，他在高山的下缘，他背后有靠，啊，不要有口，你知道吗？他背后有靠，你在平原你要攻击他，他在山丘下缘，他占了地利，你除非你是十倍于他，否则你去攻击他，假设两边力量均衡相当，你不会有胜算，你反倒容易受伤。所以我们讲用兵之法，你除了占有地利，就是整个形态你很清楚之外，你不能不照着这个结构来，你容易受伤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以联电今天晚上往下是8.28块，对不对？往上8.33块，纵使哦，它能过8.33块，各位你请看把今天往前看，今天12月25号圣诞节，你往前看12月17号那个8.45块那个交易量，从12月17到今天，请问有任何交易量大于12月17吗？没有，它过不了，它怎么可能过得了8.45块？它要过8.45块，只有一种情况它才会过，就是在今天或者是在未来下周，你看到联电的交易量哦，它放出比12月17号这个8.45块这个量比它大，并且股价是往上走的，那我告诉你，他已经潜意识告诉你，我准备要来攻坚这个8.45块。在没有的情况之下，卖开玩笑啦，嘿，那我扣两个代底代起，就好像是背丘勿逆，敌方哦，在一个山丘下面等你，然后呢，他有100万雄师，你只有10000的精兵，啊，你敢怕人家？100万人徛底下，背后有靠。你只有10000人，纵使你再强，你打得赢他吗？你打不赢的，那你就往前看嘛。现在交易量在这里嘛，你是不是要有后援？他有100万，你最起码有个70-80万吧，不然你怎么跟他打？你这个打不赢他的啦，所以没可能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看整个架构。你说那联电不挂了也不会，你说不会啊？对，因为你后面也有靠啊，也有帮助啊。你的帮助在哪里？你的帮助在11月30跟12月2号啊。一个叫7.1块啊，一个叫7.27块啊，这是你的多方的力道出现在这里啊。你要它连电大跌，你要它能够跌破7.27块跟7.1块啊，你没有办法跌破之前，它会维持这个主框架。这个主框架，我们现在把它拉为宽松一点，我们看未来一周，连电的 ADR 往下就7.27块，往上8.45块。哦，我们刚刚讲的是今天短线往上。8.33块，短线哦，往下8.28块，就是很短线的区间会落在这里。你把它扩大一看，一定会发生在哪里？7.27到8.45，就是说你不要去猜，我们就把每个点把它抓出来，好，分别是1、2、3、4、5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在8.29嘛，所以连电要往上，上面是不是有一个5，有一个4？还有一个3在那边挡它，你就看那个交易量嘛。但是它要往下，有没有它的盟友在支持它？有啊，它的盟友在哪里？在1跟2 啊，所以就很清楚啊。第一个我不猜的，因为我猜不到。那但是你要提防，你要提防的是，因为3跟4大于2，我没有讲错吧？如果把一跟二的军队拉出来，三跟四的军队也拉出来，大家在平原哦对打，火车对撞，一二会打输啦，你就看那个人数就知道啦，人数就是交易量啊，你把它加起来打不赢啊，打不赢。但是呢，现在也即使就是说在短期间内暂时还没有那个风险，好，这是 ADR， 但是我们还是要面对台北股市嘛，所以呢，回过头来我们就看台股的
联电哈，各位请看哦。好，今天12月25号，画面上你所看到的是联电的日 K 线图。那所有会员我一样同步哈。你有申办电脑版的，好，你就把你的电脑打开，你就按2303 Enter， 是不是联电？你再按一个 Enter， 是不是变成联电的 K 线图？可是它是10分钟的啊，记住哈，我们把它改成日 K 线。日 K 线之后，底下给它一个叫 MACD， 你在你的电脑键盘按 MACD， 然后按 Enter， 它就变成 MACD。OK， 上方是不是联电的日 K 线图？好，这个时候在你的电脑键盘按三个英文字 W M A， 然后按 Enter， 它就有了一条 W M A 叫做全值平均线，也叫加权平均线。好，如果你的平均线，你当然可以设任何数字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认为我们给它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就是说，我看任何股票我就用20。好，举例，我要看友达哦，2409，好，友达2409，好，画面上你所看到是不是友达的股价？那给它一条 WMA 20，底下是 MACD。对不对？好，你说那我要看华邦电，好，可以，3344华邦电。好，那画面上你所看到的就2344的华邦电。好，你就看嘛，你现在眼睛看到是不是华邦电？你静静看这张图哦，然后你看着它哈，这是华邦电。我再按2409，啊，你干嘛买多几支股票才对？你不能看不懂哦，亲爱的，你不能看不懂。你说哈，这要怎么看？友达今天的股价是不是在 WMA 20之上？股价这里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说那不错，买进不行？看底下，请问 WMA 没 MACD 有转正吗？没有啊，还没有转正啊。你再看2344，啊，你讲干嘛多些较强？不是，你干嘛多些较强？啊，当然嘛，华邦电较强，华邦电涨了三天呢。友达今天只有涨一天呢，我没有讲错吧？友达想去一天，从16.5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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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今天涨一天，没有错吧？这不叫友达吗？啊，你看讲的一杯2344华邦电，啊是都一个对啦。你说我是看大长线，对，随便看大长金也可以，我不予置评哈。这一条叫做 WMA， 对不对？华邦电是不是回来测 WMA， 守在20 WMA， 然后呢就往上连续上涨，就从24块涨了10%，哎，三天赚 10%， 啊，你有达三天刚好赚 10%， 啊，不然你有说这么多吗？人较含慢买华邦电三天也赚 10%， 难道有不对吗？好，2409，我没有批评有达了，我没有意见了，你要自己看好。第一个，你要怎么去修改你的 WMA， 就你的滑鼠移到这里，滑鼠移到 WMA 这里按两下，它是不是出现参数框框，你去改这个数字。好，比方说我要给它一条10，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啊。好，给它一条10，它变成两条，那不用那么复杂，好不好？我们在观察个股，先一律用标准给它一条20。好，就 20WMA， 好，这叫友达。好，我们回过头来看2303的联电。好，各位请看画面上你所看到的是上图是联电嘛，底下就 MACD， 好，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继续。好，画面上你所看到不就一模一样，上图是联电的日 K 线图，我们给它一条 WMA20， 再来给它 MACD。 好，所以我们就要去比对了，记住，任何的你听到任何的新闻或学到任何的教学都一样，你要求证，不要人家告诉你，哇，你看这样子买这个商品啊，今年呢这样投报率100%、800%，求证。所谓的求证不是只看这一段，他告诉你，哦，你看今年从四月到今天，哦，投报率70%。啊，今年从1月到3月呢，投报率呢不但没有70%，-50%，啊，你们青菜公公，
对不？他举大盘在涨那一段，股价在涨那一段，他怎么讲都对呀、啊。那一般我只能告诉你，大部分都会这么做，好不好？因为那个叫比较耸动性，你会比较想听，所以你要去比对哈、哦。各位请看哦，画面上你所看的是联电，我们给它一条 WMA 叫权重平均线，然后呢底下给它 MACD。好，那我们做交叉比对哈、哦，来一步一步看哈、哦。第一个。WMA 今天联电收盘价46.75，没有错了哈。WMA 今天在46.3，也就是说，我的看法，礼拜一联电涨，台北股市涨；礼拜一联电跌，台北股市跌。然后我也不看台积电了，我也不看华邦电了，友达我也不看了，我就是看一个联电，因为我们现在手上没有联电。我们之前买进联电，在23.22到23开始一路买联电，可是呢，比较丢脸的是，我们在32.33附近被停利出场，一张刚赚一万，对不对？不然起价50块，我稍待跟你做说明了。好，那我们先看现在联电了。联电呢，我的看法，礼拜一它。只要不跌落46.3，它 OK 的，还是 OK 的哦。你莫给它放空哦，它没有挂掉，它只是没有那么强哦。它只要不破46.3是 OK 的，你手上有联电的也不用急着卖哦。但是破46.3，你就要卖了，你就真的要卖了，就不开玩笑哈、哦。不破46.3不用卖。如果各位朋友你有联电的，我提供你的我的看法，为什么？因为20 WMA 现在在46.3。目前股价12345678910，过去这两个礼拜是不是就贴着这个46.3缓步向上移动？没有错吧？好、哦，不要去算什么扣底，那叫无聊。WMA 不需要算扣底，好看底下。但是 MA 小心，因为 MACD 已经连续4个交易日转负。再来，为什么还不用担心？因为联电的优点在于这一根多头，它把它挡住了，这个多头挡住了。这个多头代表就是说，我很强的，我强，588392张。这个多头在这里，这个多头强到怎么样？第一个，它上跳三空，并且出上跳三空是一个流星形态哦，是不是一个流星？上跳三空流星呢？结果你只要回答我，当联电这不正常，爆出588392张之后。在整个形态跟量价结构，隔天或者是接下来一定要跌，或者是修正。可是，请问你，它有跌吗？它没有哎、欸，它有修正吗？它没有哎、欸。结果我就说，不可能，它一定会跌，我就去空它，那我不就挂掉了？瑞足务工，当我们无法去知道它要涨要跌，你要尊重，尊重什么？你看到的资料，它告诉你。虽然是上跳三空，并且哦出现流星形态哦，加上爆天量58万张，那它最起码要跌啊，它不跌你就不能空它。当天收盘在38.15啊，那你边还在看，你什么时候可以空它？它跌到38，你当然空它，你不要跟它客气啊。问题是它就没有38块，你怎么空它？你空它你就是受伤而已。我直接告诉你就如此。我那个时候手上没有连电。因为我们被洗盘出场，我们从22、23嘛进场嘛，在32、33，他在那边，我们每一档股票进场都设停利嘛，结果他股价往上涨，我们停利就往上提升嘛，结果他有一次打下来，刚好打到停利点，我们会员就出场了，就这么简单了，一张只有赚10000块啦，啊，10张也10万吧，那是在9月嘛，好，我们来看哈，58万张，好。接下来它根本不跌破38.15，你别再给它扛了。瑞足务工用兵师法，瑞足务工，你几下给它扛，你已经重伤。好，它是往上涨。好，接下来来了，嘣，这里来了，力量抵抗它的力量发生了，在哪里？在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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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破50块你就空它，真的、啊，你就空它。然后呢，来到。权重平均线把它挡住，你的空单就要平仓啦，你就不能继续空了。
你现在要空它只有一种情况，联电在下个礼拜一二跌破 WMA 20你就给它看，这样 OK 吗？没有破之前你不能空它，因为它还没有要跌。买会涨的股票，空会跌的股票，它还没有会跌，你空它不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吗？那你说我现在手上有联电的，你也不用卖啊，因为它还没有达到你要出场的地步啊。什么时候出场？跌破 46.3 呢、啊？因为它那个多头 38.15 很强啊，你一看就知道啦。可是空方也不弱哦，虽然空方现在打不赢多头，因为多头空方只有53万嘛，多头有58万嘛，所以联电现在是高姿态整理嘛，它贴着20 WMA 在走嘛，所以你现在还不能空它。那怎么看好 Actually 礼拜一如果台北股市的联电哦，联电不是 ADR 的联电哦，台股的联电涨，加权指数就涨；台股的联电跌，加权指数就跌。那台积电呢？不用看了，你就看一档联电。好，台股近期你会发现到，第一个筹码有一点凌乱。早期呢，是因为不管是 ETF 包括投信哦，整个全面进场嘛。那加上最近筹码有一点点释出。当然还是很稳定的，但是它有一点释出，为什么？因为最主要就是这一次的增办嘛，那我希望就不要再办了啦，又不要办，对了，有什么好办的？他不是从富华投信开始一直办吗？对不对？现在又加了一家到群益嘛，你真的要办每一家都中奖了，对不对？你真的要办啊？富邦呢？不是每一家，所以。这不会了，他也没什么，我觉得没有了，大家也不要过度的阴谋论，我觉得应该还好啦，那只是一个我干嘛不要在一个多头做太多动作会让人家讲话，所以不要再查了。好，所以整体上我认为因为这个侦办啦、啊、所以市场的筹码有一点点松动啦、啊、造成说整个多头没有过去各位你感受到那么强，它好像进入一个整理，下个礼拜怎么看？看联电，联电涨，加权指数涨；联电跌，加权指数跌。台股要创新高，要过14427，记住一定要有一个跳空缺口，它才会过。好，我们来看联电的获利能力哦。这个是在9月22号，我们当时进场联电嘛，哈。毛利率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说明年联电的毛利将从今年我们当时大概在18%，我们说依照目前的看法渴望冲过20%，这里是2021年啊，2020年在这里，这是今年的9月22号的营收跟毛利嘛，这条是毛利率，下卡这是营收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进场买进联电吗？就买进联电，就这里买的啊，怎么会错？我们就进场开始买联电啊。我已经讲过了，我买就一直买，一路买，然后卖呢，就一次把它卖掉，就这样子。我比较笨，我没有那么厉害，还可以分阶段卖的。好，接下来这是9月30号，刚刚那是9月22，接下来是不是来到9月30了？好，我们持续看好联电，加码联电。我跳快一点哦。这是今年预估2020年的第一季 Q1， 这是第四季。哦，当时这个时候是9月30，我们看到的是说联电8寸厂它的平均销货价格提升一倍，就是我本来卖10块钱，现在卖20块。你知道为什么联电会起来吗？好，再来。重点哈，来在左侧，右边不用看了哈。它是跟你比照啦，旧版跟新版啦，就原本的预估跟后来的估值哦。好，第一个2020年，今年预估联电每股盈余1.53块，明年2021年，明年哦1.96块。好，你说那我们就看22年不可以？不行。没有人这么看的，你不要看那个有些法人投信欧北下报告，没有人今年就看后年的啦，那叫乱估啦。
你既然因为月底的，所以用明年来估值是合理的。好，当时呢，我的看法是34块，目标一张赚一万到34。可是当时我朋友跟我说，这才56，我还卖黑白讲啊，连电才56。他说对啊，合理啊 ，EPS 1.96啊，我算他2块啊，盈余成长率28%，那应该就是56啊。我说哈，我说股价可以这么算的，他说可以啊。我说你们个欧贝省，那他们算56，我那时候也不相信会到56。我们来看，还真的站上50块。你看联电啊，哎，还到51哎，没有错吧？那这是9月30的，这高位上涨，本会使凊彩食，未敢会使黑白讲。好，那这个左边跟右边跟你讲一下哈，底下这个叫 ROE， 叫股东权益报酬率，值的叫净值比。你说那这个要怎么看？好，来，我9月22开始进场买进，一直加码到9月30。我们当时的目标，针对联电的目标，给他34块。我为什么给他34块？因为预估，我当时预估联电净值是17块2毛钱，给他2倍的股价净值比，所以是34块4角银。OK 哦，哈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好，你看到、哦、这是台积电，那个时候股价报价433，9月30号，台积电的股东权益报酬率是30%，台积电的股价净值比是5倍。好，再来 Vanguard 是世界先进，世界先进的股东权益报酬率是22，世界先进的股价净值比也是5倍。好，然后一路往下看哈、哦，好，这是联电。这是中芯，这不要讲了，这根本就是个乱七八糟的公司。好，这是联电，所以代表它是有点被低估，所以我们提升，把它提升到这红色这里，哈哈，你把它提到这里，对对对对对，把它提到这里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联电呢，就是22到23、24这里就一路买嘛。那后来呢，我目标大概在34、33左右啦。那后来在这附近呢、啊，刚好打到停利点，就走了，这是第一档。好，第二档长荣航海王，不是航海王，怎么会是长荣、嗯、航海王是阳明。第二档九月份联电嘛，十月份呢，十月份不去高票，2603长荣，对不对？本可以凊彩吃，未敢可以黑白讲，这10月5号还不长荣。长荣不是买进，然后这洗盘，然后继续加码。来看一下长荣，十月不在这里，你不在这里，为几家起价34，安尼敢会赢上少？11月，你再继续看11月，11月是不是来了？我们从中心店，对不对？中心店。CB 的股票就是涨一倍，就是一倍，27.7到60.7有起一倍吗？有吗？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全新啊，是不是35.8？是不是全新？那么进场后不就飙了3根涨停，对不对？后来因为打到停利，就提前出场，进场后拉了超过获利超过3根涨停板，后来因为打到停利点、啊、就出场了。这是11月，十月长荣，11月、12月都没讲啊，12月不就2609了吗？来，这个是不是2609？好，你算算给我看，第一段目标在哪里？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。千万亿十亿，请问2609航海王阳明总共发行可转换公司债总额度多少？你说76亿啊？啊，对对，看底下，底下发行价格多少？101元。假设你当初用100万好不好？去买的阳明的
可转换公司债利，一张10万嘛，啊，你买10张100万嘛，你买他的公司债100万，一年到期了，对不对？请问阳明要付你多少利息？1块钱啊，1%还不错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阳明的股价在10.4块以上，你有100万，你可以换将近100张的阳明，你100万，新台币100万啊，没不对吧？你就100万嘛。可是你100万可以去换阳明1万零400块，我们那个400块先不算好了，假设是1万，请问你会赚他一年 1% 的利息，还是会把它换股票？换股票，你知道你用换几张吗？你用换100张呢？你用换100张啊？对啊，你告诉我现在阳明多少钱啊？这个叫做航海王，现在23块，请问你要一张赚一万，还是要一张赚13万？不是一张啦，你是要一年100万赚他10000块，还是100万赚他130万？你要赚1万还是赚130万啊？太戆，你也敢换股票？这样你听，这样又听不到，我没法。这个叫可转换公司债，我不是跟你讲什么什么一二三什么甲乙丙，那个让投信自己去做，让中实户去做。我是跟你讲如何找到标股，这个 CV 11月份啊，不是12月了，阳明是12月了，没问题吧？9月联电，10月长荣，11月全新，这个月阳明，下个月这里啊，好，下个月就明年的第一档 CB 启动，所有的会员已经买的你就不要再买了，你真的不要再买，求求你，你就不要买，一张都不要买。好，新会员新朋友，我下个礼拜会带你买，你就买一张就好了，你真的不要买多，你听我，因为它第一个它股本小 OK， 然后呢我所知道的真正的攻击发起点会接近农历年，你也知道我迷茫的，我做梦的，我就是跟你讲了会在农历年前，很快很快，你不要急，你就先买个一张，你不要怕啊，他一张2万块能够赔多少了？你就买一张20000块是能赔多少？我跟你讲真话，你就买一张，你听我的，买一张好不好？一张赚一张，就这样子。我不能告诉你标的，不可宣传。来，第一个请看，十月底有没有爆出两个巨量，对不对？画出两条线， CB 转换价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这一条，这一条转换价在这里，量价是不是刚好也是在这里啊？目标一张要赢一张，好不好？这个礼拜我们有说明会，欢迎所有会员务必到场，要跟你的服务人员预定你的座位，会员上课不收费用。至于网络上的好朋友，那么呢我们有着收一点点场地清洁费，那感谢大家，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操作顺利，谢谢你，拜拜。